哇，咱今仔曾先生夫妇吼，郑云雄先生夫妇今仔穿甲足水啊！哦，阿伯，你真较早哦，四十年前结婚穿的吼，无啦，讲真穿的，啊，穿新妇的时阵穿的拢还早来。哇，咱这黄先生夫妻，啊，恁两个阿公某无代志，坐甲遐分开。Señ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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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Costa Crociere, degli ufficiali e di tutto il mio equipaggio, ho il piacere e l'onore di porgere il più sentito e cordiale benvenuto a questo mio cocktail a bordo di questa bellissima nave Costa Pacifica. Spero che il servizio che il mio equipaggio vi dà, l'ambiente caloroso. Io vi ringrazio a nome di Costa per aver scelto Costa, la nostra bellissima Costa Pacifica, per le vostre vacanze. Au nom de Costa Croisière, des officiers et de tout mon équipage, j'ai le plaisir de l'honneur de ce navire, ainsi que la beauté des portes de camp, feront de votre croisière une expérience inoubliable. Je vous remercie d'avoir choisi Costa pour les vacances. Staff ingegnere Eugenio. Italian style, salute! Alla vostra eccellente crociera, to your excellent cruise! A votre excellente croisière. A vostra eccellente crociera.
Bueno, fuerte aplauso tutti insieme. Adesso siamo all together, todos juntos, i nostri grandi artisti desde España, from Spain, for free. Le tue artisti internazionali di qua. Forte, forte l'applauso per i nostri. This is a light. Okay, it lights up automatically on contact with water. 你们要是好这个灯哈，来安静先听我讲，灯有没有？左手边蓝色的。完全接无声音哈，在安全演习哈。哇，大家穿这首歌甲当穿西装无同啊！耶、我们吃这个哈是开胃菜，这个是意大利菜哈，它是生牛肉片，然后拌橄榄油。这天鹅泡芙，然后我还有吃冰淇淋。我大概酱油酱，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妈妈，这是冰枣。OK。这是我们坐的游轮。Gracias.
Thank you.
在这里，因为呢，他们只要守住山，跟守住地中海来的船只，就可以确保这个地方的安全。好，那后来现在是一个监狱，那现在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用到了。Because Palermo is a very old city, dating back to the 8th century. As I told you, it's called the Liberty Avenue, 10 kilometers long.And it's the elegant side. This boulevard was built o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t's called the Lee. 这条路的话呢，很长，有13公里长。 哦，两边树木呢建得哈非常的漂亮啊、哦，这是为了要呢哈、哦，就是要纪念呢、啊、哈、哦，在1945年、1946年意大利独立哈、哦，它的独立大道。No, Max Maritz. So this is the Butte d'Anselisée of Paris. 法国人哈、哦，西班牙人、法国人，哦所统治过，后来呢，在1860年以后才呢，哦才被意大利人哈、哦、给收回来。 所以这条路呢，哈要仿香榭大道，好，但是呢，法国的香榭大道是这里的5倍大，大家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哈广场叫做 Politiana 哈，这个广场 Politiana 广场，等一下呢哈，我们市区观光做完，我会带大家来这边逛哈，给你们时间停留。那这一栋圆形的建筑呢，啊前面好像。 凯旋门的哈，这一栋建筑，左手边来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是这个巴勒摩的第二大的戏院，好，第二大的戏院的地方，这第二大的戏院。Still closed, but they will be open in a few minutes. Will be open from 9 o'clock up to 1 o'clock till lunch time. And where we are, to re-end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so style and liberty style. Mass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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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Massimo 哈，这个音乐厅哈 ，Massimo 哈。 这个音乐厅，它是呢意大利最大的一个音乐厅哈、哦，芭蕾舞啊、歌剧哈、哦、的表演场所，那也是欧洲第三大的哈、哦、音乐厅哈、哦、Massimo音乐厅，欧洲第三大的，欧洲第一大的第三大的，也是意大利呢最大的音乐厅。啊，都啊，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的社会，原来华人都较强。 现在这条路呢是属于巴洛克式的建筑哈，那这条路呢它是建造于哈，差不多西元1600多年，17世纪的时候开始呢哈，是从这边开始发展的。它巴洛克式建筑呢，就是它的房子呢哈就会有一些雕刻，比较华丽呢哈，比较漂亮。但是呢，因为也几百年了哈，所以看到很多房子现在都是在做都更哈，在做整修。那 which is a Baroque monument of the early 17th century, which time is up? 有一个喷泉呢，这个叫做呢哈羞耻喷泉 ，and the city of the building. OK， 那这是呢，市政这边的建筑哈是非常特殊哈，很漂亮。这是往前开的话呢，前面就是地中海。那地中海呢，以前这边呢有一个哈这个海门，哦海门。那现在没有了。然后当时的船只呢哈就从这边的开进来，哦这边一个门，然后可以上岸。那我们等一下呢哈就开到海边那边呢哈，沿着这个海边给大家看一下。 广场叫玛丽娜广场，玛丽娜广场，它这里呢哈是一个小花园区哈，它非常的漂亮。好，这边的话夏天呢会种一个花，马丽娜公园哈，马丽娜广场。下来玩了，那这边是什么海？在16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城墙。 那上面呢是以前龙差不多七八龟丹啊，左手边的广场呢哈非常的漂亮，那很多人呢就到这边来晒太阳，那是不是居民呢就有公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勒摩呢哈，它这边城市住着160几万人口，但是它的绿化面积做得蛮不错的，那这个在海边呢哈有这样一大片的公园。 好，到了夏天，到了周末，很多人就到这边来哈来玩。那它这里的天气呢，是呢哈，在18世纪的时候所建造的哈一个公园哈，也是很漂亮。 Next to this park, there is the botanical garden。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它这里的话呢，我们刚看到花园，然后往前的话有一个哈，就是他们的市区花园，叫对不对哈？是不是有看到奎尔公园市花园？ 那这就是他们的这个 Botanic Garden 哈，城市花园哈，这是花园，这个不是什么建筑，后面就是花园，进去就是花园哈 ，Botanic，
那这个也差不多都是在18世纪哈，200多年前。这就是西西里岛哈，它巴勒摩的这个火车总站，然后火车总站就左手边这个建筑。Oppure da su Domenico 教堂。这是我们古代的码头。古时候船来的话，就是停在这边哈。以前没有大船，以前没有那个几十万吨的哈，这个游轮嘛，以前都是小船。驻守在北非的军队，然后来这边的哈，要供养。等军队呢，好，军队从北非呢要上来西西里岛的时候，那时候的话，好就乱掉了。这个是哈那个市政府，然后这叫羞耻喷泉。时候建造的这一座教堂圣 Joseph 教，在左边这是圣高克斯里纳教堂，圣高克斯里纳教堂。哦耶！我们看前面这一间哈，这是一个大学，好，大学的法律系在这里，文学院哈。我们又回来到了哈市政府广场。这里是村四角广场村。春天女神在17世纪的时候，夏天到夏天女神，夏天女神，春夏，然后这是秋哈，秋天女神，秋天女神，这是冬哈，春夏秋冬，春天女神。那你们夏天怎么办？Palermo 哈，就是这个 Palermo 市区的最大的一个教堂。这边的瓦楼是12世纪建造的，罗曼式的，这是15世纪建造的。那这边的话呢，是18世纪建造的巴洛克式建筑，罗马的哈。来这边看，还有一个对。好，军队的一个特殊的弥撒仪式在这边，所以看到很多的军队，对军队的一个特殊弥撒仪式，因为圣诞节快到了。
风情。针对军队的一个圣诞节祈福弥撒。好，要买这么多东西，圣诞节到了。建造的，所以就比较属于哥德式的、德国式的教堂。菜市场。这是歌剧院哈，1875年的时候建造的歌剧院，它现在是全欧洲第三大的歌剧院，好，然后全意大利最大的歌剧院，1875年的时候建造的。这是我们坐的床，来，这是我们住了6天的家，7天6夜的家哈。我们的游轮，这是最大岛，然后呢还有另外6个小岛所组成，总共
这边的话呢，它的总人口数有510万的人口。这边西西里岛的话，可以看到这边是活火山。那这边的这个活火山呢，最高的只有1000公尺高。那在西西里岛的南部有一个全欧洲最大的火山群哈，它有3800多公尺高。然后西西里岛它一边是山，好，三面环山，然后一边的话呢，就是好面向地中海。我们现在是在整个西西里岛的这个东北部，好，东北部的地方。西西里岛，我们的船呢，刚刚就是停靠在这边。我们的船刚刚是从这边开出来的。加油泳池，我们中午呢在3楼的点菜餐厅吃完，这边可以再继续吃哈，下午茶继续吃。这我们邻家姐妹，我们今天上给她做水了。吴先生夫妻，我去你拜你的这个病啊，我给你
遨游致敬。谢谢谢谢。谢谢你。太美了。谢谢。节生日快乐。谢谢。碰杯一下，碰杯一下，碰杯一下，碰杯一下。所以他们要不断的开。那地方好的是
当中去哈，所以这边的这大部分呢都是小渔村。好，这呢，再来讲为什么叫罗马呢？现在我们要往罗马的市区。今天是民国101年呢，开始展开我们奥地利、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地内哥罗、波斯尼亚到了罗马市。现在我们来到了梵蒂冈哈，梵蒂冈这边就是。像呢，就是意大利国父的形象哈。另外呢，还有鬼坛，因为这里啊上师啊，所以的话呢，这里啊就是叫做祖国祭坛，或者叫做阵亡将士纪念碑。它是啊意大利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象征啊，这是啊意大利国家和啊独立和统一的象征啊。那么我们现在马上啊右转的时候，大家先看右边啊。那么右边就像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对面有着圣诞树的这个啊，马上开车走的这个啊转圈的这个广场呢，就叫做威尼斯广场啊。为什么叫做威尼斯广场啊？待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车子的，我们待会儿转过去可以看到车子的左边呢有一个这个房子，也就是现在我们车子左前方松树后面的这个房子呢，叫做威尼斯宫。它是啊在1455年的时候建起来的，建造这个是给啊威尼斯共和国派来的一个红中，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房子呢称为威尼斯宫。右边祖国
祭坛啊，就是国祭坛啊，右边啊，那个或者叫做安乐有二十纪念碑啊。那么现在的左边啊，就是威尼斯宫，大家看一下，二楼的中间呢有个小小的阳台，这个阳台呢就是啊被称为呢啊这个墨苏里尼阳台，因为当年墨苏里尼啊常常在这个阳台上，好吧？啊，现在哎，我们这些啊，就是帝国时期由帝王们所建造的这些文化、政治、经济、贸易和宗教的中心所在的地方。所以左边有根漂亮的石柱，这根石柱呢叫做图拉真石柱。图拉真啊是罗马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一位皇帝，就记述了这位皇帝当年啊所参与的两场战争。两场战争。那么现在车子的右边呢，这就是啊凯撒时期所建造的文化、政治、经济、贸易和宗教的中心。啊，圆顶教堂的后面这一片呢，就是啊帝国之前的古罗马的文化、政治、经济、贸易和宗教的中心。右前方的高处种有很多树的这个叫做巴拉蒂瑙丘陵，也就是古罗马的发源地及其最早皇宫所在的地方啊，是罗马帝国啊所建造的文化、政治、经济、贸易和宗教的中心。啊，这种塔式的建筑在古代罗马的很多。这边就是奥黛丽·赫本哈拍片的地方哈，这个西班牙广场。啊，西班牙广场，以前呢上面是西班牙的啊这个大使馆，所以西班牙广场。我是外国的，就包场。在这边都名品店哦，这边都是名牌店，这一条进去的话呢，就都是名牌店在这里。Tutto bene? Scusa, mi stavo strozzando. Quali le volte che vieni? Già la un po' sei, no? La gente, già la si sbaglia qua.这就是万神殿，在2000年前建造的万神殿。我们现在在金杯咖啡啊，请大家吃这一种啊，非常有名的哈，非常有名的。一定不行，金杯咖啡喝下吗？好吃，好吃哈，有买咖啡豆。今天一杯100块代表的哈，喝下咖啡哦，整个都没到工会啊，耶！好，这个金杯咖啡。咖啡喝下吧。喝下。嗯，这金杯咖啡哈，这意大利最有名的金杯咖啡。来，莫生的来喝下，好吃哈。这边哈喝金杯咖啡哈，来金杯咖啡冰哈，喝下。哦，你三口。金杯咖啡冰，嗯。这帅哥是卖咖啡的，这卖意大利火腿的。这边就是我们喝咖啡，吃咖啡冰的，买咖啡的金杯。这是罗马的法。现在呢，我们在台伯河畔。好，在台伯河呢，就是罗马最早建成的地方。台伯河畔，这个水，哇，圣诞树出来了，快 Christmas。这位意大利美女，她的狗儿子，我靠，我亲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机场，要一个多小时。
但在六点五十呗，六点五十他就起飞了嘛，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去哈。我们还要办手续哈，还要办手续。这种意大利浓缩咖啡机，因为浓缩很漂亮。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刚刚看的是前面那一面，现在我们从这边开过来看到的是它外面围墙外面的这梵蒂冈创办的这种基督教新教基督教，这些基督教的话它很多呢，就是另外一个这种是跑到这种跑到达尔文的，跑到了瑞士。我们现在呢坐飞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鸟巢后面是水立方叫奥运的会展场，然后现在也是才修复了哎，那车礼拜五更堵车。晚上我们的广场就禁言了所以就没有游人。对，左前方，哇，皇帝的家好，去过了是吧？其实如果没去过呢，有机会来的时候叫十里长街，顾名思义讲呢，把它延伸了。延伸成白长安街，我们国庆的时候检阅就是在这住在这个北京饭店，北京饭店这个位置呢也是不错，这都是北京最老的十家饭店之一。十家其实北京过去的五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只有十家八两的。逛街你不买它不买必然会有，也是比较繁华的。那这样最繁华的路段呢，我们就走过来了。那等下呢，你看其实放灯很漂亮，比如说右手边你看这些树上的灯，如果平时呢就没有这个灯了，只有礼拜六里面。